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疼不疼？疼。我看着都疼，下次一定要记住啊，在他进入你之前，一定要提前制服他。你可以怎么做呢？用你的双手来握紧他的手腕，然后用你的手臂和你的腰同时发力，再过来。这个时候你的双手来握紧他的手腕，然后用你的手臂和你的腰同时发力，再过来。这个时候用你的脚相反的力去摔倒他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来试一下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疼不疼？疼。我看着都疼，下次一定要记住啊，在他进入你之前，一定要提前制服他。你可以怎么做呢？用你的双手来握紧他的手腕，然后用你的手臂和你的腰同时发力，再过来。这个时候用你的脚相反的力去摔倒他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来试一下。